前锋，先知，一级去啊！哎呀，百分百聚宝盘你。百分百巨版判定，难受。我真是我需要听音器，大量的前锋没治愈了。他是真敢翻啊，不怕被震中啊。
OK， 过去了，真的假的？去高台，医生，不是医生，结束。 没有 VIP，
我修了一台，送了。 天下那完犊子了，还得去一趟小木屋。哎，看来不需要了，就很舒服。哎，这怎么摇天下？ 哇靠！让他无伤救了我，妈伤死我了！ 这个还秒就。
完蛋！ 炸了呀！怎么闪现就空了呀？ 没了，直接往大王跑了。 不是结实啊。 那应该在小木屋了呀。 妈耶，这么快！ 那狗机械去抢机子去了。
也好了吧，就是。哎呀，这都能撞，那就没了呀！一个磁铁溜这么久。锁大门去了。应该跑过去了。那个结石打钻，打钻的话他都不敢出来了。这个结石往脸上跑啊！哎。哎，这个鸟给的什么鬼？给了个调香师。
不应该装听器的。 可以，一般般。 车在二号站。 再捡一个推进器就好了呀！哎呀！ 又差一个推进器，那个推进器不应该装，装了亏死，应该只要装个钻的。 教堂估计是结实的，朝向。嗯，再找找吧。 那这边藏了个机械师啊。 哎呦，完蛋！躲哪了？我也不知道。 竟然不回去。
干嘛呀？这是，这不炸了吗？哎呦，这个说，这前锋出现问题了呀！那残那个血在我脸上荡。跳第一脚了。还老样子，上去看一眼。魔术也要抓。你就这么舍不得教你的分身吗？
应该不是佣兵就换人了，还是你救？那你要小心了，你可能会死。他不好救的，他要用护臂的话，我能把他带走。炸了！我那个结石锤了，爆点了。这么快又有一层了吗？这天气我不交了。
接着坦克，真的是这波的跟个傻子一样，送他救了，本来救不到我送他个加速，我也是醉了。 真的是一点都不怕震慑的，说滑就滑。你又没带怀表，你来干嘛？ 我他妈不信！我狂按空格，我还给你跳不过去了，我。
他娃娃肯定贴门了。那既然这边前锋和黑面的这个调枪了呀，刚挂上没一会儿就撞起来了。等等，真的假的？跑这么快？转一下视角，这人就跑到废墟去了。哎呀，又被偷了。失误了呀，你这失误不就炸了，你把我撞起来，然后你再叫个人，你天修。
快点过来投了吧，大家一起赶个末班车，何必呢？一起赶个末班车不好呢，还有2分钟。这车子不打算要了。直接修三连，不虚。虚了，虚了，虚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是要套路我吗？百分百剧版判定，哎。心情就很难受，
你又没推进器，我还有鸟，你杀不死我，你何必呢？你不如换一个人抓。假装滑，我不滑，我真滑。OK，我现在在滑，加速走人。我又走了呀，这小丑我崩了呀！我不笑。哎呦，你交个闪，你何必呢？交个闪，大心脏了，你气不气？二级狙都没有。三二一，滑板加速，给自己套个鸟，再见。